各位，最后一关我们在游艇里。哇塞，出来了！这个游艇基本上就是一个开 party 的好地方啊。开 party 是大大包厢啊。但是我是第一次看到游艇里面单层面积这么大，因为一般都是小空间。它这个艘船我觉得是特别哦。我们要不要请人家来跟我们好好介绍一下？对。哎，来，这个要先问祖谋嘛。对，这是纯体验，有专人会介绍。哦，不是你介绍啊，纯体验，介绍是纯体验，是不可能。纯体验完了，等一下一定要什么问他，如果讲这句话就绝对不会是。他是纯体验开始，后面的东西就大家都要开始背下来了。对啊，对，通常一样，既然都这样哈。哦，我们就先来欢迎一下我们的这个副总经理。今天我们坐的这艘船其实很特别哦。对，早期我们有没有印象中我们游艇它是个房间？对，对，很少。我们就是因为看中它没有，它有办法达到它更大的宽度。那它是适合什么？适合班趴、狮子趴、联营趴，甚至我们因为我们的行程都到要登陆，那我们去玩登陆跳岛的时候，后面就可以加油啊。沙河小船，所以全部结合在一起是非常好。那意思说，我如果从台南过去，中间如果有点晕船不舒服，哎，就停下来，就溜滑梯。对，就玩水，我们想到什么就玩什么。因为这个游艇俱乐部真的非常有名，因为基本上就是你只要是跟海或是跟游艇相关的任何玩乐，只要找游艇俱乐部，它完全都可以帮你做。是啊，客制化，客制化，这样发挥。好，谢谢。这位是游艇的副总，我在做海长久，海泉是公司名称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支我们的商品海长久。海长，海长，对，我们把它放到海里面去。哦，为什么放海里面？就是放到海里面去的时候呢，它会增加它的口感、风味跟香气。真的？对，所以不只是外观的变化不一样而已哦。就是说，我们把它拿出去海里面，要经过很多道的工序，然后放在海里面一年。对，然后海里面不是丢下去回来就好了。没有，就是我们要海下至少20米。深啊！哎，至少20米。就是三大气压，是，然后再来就是摇晃的地方上下不能超过1公尺，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这样放时间至少要放1年以上，对，这样子的整个过程来说，它才可以做成一组海长久。这是很少见，普遍来讲，如果你要改变到它的风味，一定就是都在桶子里，装瓶之后要再改变，蛮特别，蛮特别，对。那我就来打开来试用它。我们今天喝的这一款是卡本内，然后加美露这种不一样的酒款，比较年轻一点。大家等一下喝喝看，我们喝喝看海长酒跟原酒的差别。所以我们现在先品尝，可以先品尝看看，喝一点点，然后这个帮我留一些在杯子里面，然后待会我们两款酒的时候呢，去帮我去做对比一下。一个有，对，一个有面子，我有绑面子的，这是海长酒。谢谢。味道就不一样，对，香气不一样。这个关卡真是不错。我们每集都可以这样吗？其实两个直接这样子差蛮多的，有很明显。哇，有差太多了吧？对啊，海肠会比较顺，对不对？就酸很多哎。对，另外一边比较酸，因为那个原酒比较酸一点。是。对，海肠过后味道更。海肠它会变得比较顺的原因，因为摇晃，所以它把它里面分子结构打掉、砸散之后重组。简单来讲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收成。好，那我今天我们也上了一堂这个学他的梗，红酒课，对不对？谢谢我们的副总，谢谢。我们干杯吧！好，干杯！谢谢，谢谢。我们坐完船啦！音量如果没有提高到这样，我们听不到彼此讲话。因为现在我们在他们的这个厂房里面，对，然后呢雨声很大声，但我觉得我们不宜讲话讲太久，因为刚刚副总呢讲了非常长的一段话，让我们体验。对，我们如果讲太久会忘记。对，好，所以我们体验完了，你是不是可以开始出题啦？请问巡艇副总系所没有啊？真的来了哈。每回合我们会抽出4位去找蛋，哦，找蛋，找到2颗就可以回来总部端午节立蛋，依照立2颗蛋的成功顺序获得香包，第一名3个，第二名2个，第三名1个，然后第四名没有。回合结束前3名可以依序决定是否给香包获得其他人的身份，还有配对，1颗香包可以换身份线索，3颗香包有配对权。比如说第一回合你拿到2颗，但是你不用，第二回合又被抽到也得到2颗，又有4颗嘛，你就可以用1颗香包换身份，
三颗香包来配对。哦，哇，那这样对阿雄来说，阿雄你今天可以休息了，因为也不会抽到你啊。重点是，你知道我刚因为我肚子饿，我喝人的酒全部喝完。要是没有力蛋，我找不到那个平衡点。又是陷阱，太有创意了。这样子的啦。他刚因为肚子太饿，他就想说啊，反正葡萄酒的原料就是葡萄嘛，对，就当葡萄汁喝。中用量啊。哎，这还要关系到那抽出来的四位有没有你哦。所以流程是都抽不到你，你压被抽中，你还要找到两颗蛋。你还要回来立蛋，蛋不能破，还要比别人快，才会有一点香包可以拿。哦，好，了解了。四队配出来之后，游戏就结束了。来，请抽。这一回合，第一位，孟可。好，我抽第二位，我陈宇。好，阿雄今天都没有办法分析讲话。哎，鞋子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抽不到你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早上就抽得到，现在就抽不到。哎，这就怎么办？哎呦我！来来来，一人一支，一人一支，加油来！加油！好，来，听声音，预备，要找两颗哦。好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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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可以进吧 ？Nice， 可以。啊？我以为这边一定会有哎，是一般的鸡蛋吗？哎，其实我也不知道它可是什么蛋啊。它可能用盒子装。找到一颗，这也太难找了吧？这太难了啦！两颗蛋，这，哇，好强哦，徐梦哲。啊，找到了！不会吧？请继续按下哦。几秒？几秒？自己选喜欢的桌子。自己看。哎，这个不错，这个不错。哇，等一下哦，这个要。你拿了两颗哦。要两颗才能回来啊。对啊。很难啊。你要分开来一点吧，因为两颗蛋有它的直径啊。再来一个吧，再来一个吧，再来一个吧。啊！呀！走走走，边走边看。2X。哇，好快！快点，快点，选一个，选一个，先选先赢。你看哪一个盐你觉得最多？选多的，选多的。这个快，这可以放下了，够不够？可以放下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够不够？放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边速度，边速度。梦者已经第一颗了，你可以把盐集中啊。可以集中了。你可以集中，你可以集中。哇！好，梦者已经第一名了。哦，可以。我觉得不错。香包，哎，第三名都还没有人回来哦，不好找哦。没有啊，也太少了吧。怎么怎么？一颗一颗。哎呦，看到。哦，差点掉出来。两颗两颗。有第二个跟第四个。好，来选一个，你觉得哪一个？哪一个你觉得盐比较多？你现在变第三名，还有机会。对啊。你现在起码还有一个香包，还有一个香包的。选这个的盐，我觉得。哦。快，哇，其实很快，快。立蛋不难。立蛋难。你找蛋比较难。对，而且要远处。啊，孟哲是第一名，拿到三个。三个，你要换线索还是要？我要换线索。换线索。对，对，我要去旁边嘛。到旁边。好。因为我现在有的两个人的线索，一个是青蛇，一个是白蛇啊，所以我没人可以配啊。好的。那我来问一下花花好了。花花的线索。对。花花树。没有，就一个人拿出来。好。
还要多问吗？还是就回去？因为有可能他也被人家挑走了。好，我再问一个好了。瑞雪。瑞雪是会。哦，太好了。那我知道。OK， 好。第二名是柯有伦。OK。那你要留着下一次用还是？我留下次用，换下一次。哦，他已经有答案了。留下。哦，他有答案了。第三名。我。保留。好，他也有答案了。他也有答案。好，接下来是第二回合，要来抽哪四位可以出去喽？抽。蔡瑞雪。瑞雪。那抽到才有机会啊。但还要找到蛋，我觉得最难的是找蛋。找蛋真的好难哦。不会真的没有我吧？有啦有啦，你今天没有来，没有他没有他，职业的传人，不要这样子啊！他觉得他今天有一点太闲了，他有点心虚。输了输了，真的要抽。自己如果再抽不到，自己也认了。哎哎哎，可抽就抽，还可以重复哦。对啊对啊。可以啊，都可以重复不抽到，那就可以重复抽到啊。那就不会有我哎。你要再还有还有一个机会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对，有信心，抽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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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个男生，长得谁有点龟，龟，哎，看起来有点讨厌。他一讲龟，所有人都转头看郑子仪。我旁边也是个反骨。机会可以回啊！哎，第二回合加油哦！加听少音预备。好好哦，都可以去找。这是不可能再找不到了吧？裤子掉我也要找到。但是在盒子里吗？要找吗？太难找了吧？这里感觉啊，是在外面吗？这都没有哎。我一次十颗，我还觉得很厉害哎！哥，两个，他的盐好少哦。左边这个盐很多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刚刚鞋子这个也有，我差一点，好分手，太近太近太近，对。算吧！哇，你这么快就找到两个？好快啊！你怎么再跑出去就两个了？对啊，啊，我就看到了。加油！加油！好激烈哦！好激烈哦！刺激刺激！哦，第一名！哦，第一名！第二名产生。快哦！哎，很快耶！不是，差一点，两个。哎，我那十颗。浪费我的时间，你们都看到蛋就回来啊！哎，你十颗，你十颗可以拿十五个箱包哎！对呀，立起来！我刚看到，我找到了，我说哇，我这个应该是王牌，有十颗，可以慢慢用。来来了，中午我要是最后一个。没有第三个，第三个。有两只箱包。快点再加油！加油！够了够了，这样。玩过的还不能用哦。老师，我现在手抄的。他给他们啊，深呼吸。眼睛跟波带。哇，你是手跟波带有拼吗？你的手跟波带有拼，好漂亮。
三个香包，对，你要留着还是你要配对？我要配对。你要配对，哦，好，哎呦，直接讲就好了。好，我选梦哲哥。好，哦，梦哲，选我。梦哲不能拒绝，好，跟他在一起了。好，那你们要选择了。哎，到时候再来公布了。那接下来轮到我，我有两颗，我要留着。好，有成语一颗，你要，你要问还是要留？可是我一个留还有什么机会呢？你有啊，抽到人，抽到人啊。如果你抽到的话，你等下可以配。好，我留着。哦，那他有答案了，很好。接下来，那接下来要抽第三回合了。好，来，接下来第三回合。我说你这边要抽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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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选我，选我，选我，选我。耶！耶！三点手气，三点手气，三点手气，三点手气。选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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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选我。陈宇，陈宇又是你啊！好好哦，群，嗨，群，我，如，哦，耶！你去旁边啦，今天不动你的事了。Sorry， 你去旁边站。我把这个交给他，交给他就可以去旁边站。选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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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选我。谁呀？陈子瑜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嘞，四位，准备喽，听哨音。开始。我跟着你走，你就感觉很多蛋的人。我真的是最容易出错的人。我跟着你走。哎，这边有一个哎，那我再找。好耶！不要拿盒子。不要拿盒子。哎呀，好好，我搞这个。你去搞那个都没有，感谢老天鹅。哇塞，这个也太……啊，这边有一个，好累啊，我也没有办法呼吸了。有吗？对吧 ？Yes， 贝里斯。哇，两个人算几乎同一个回来，快！要走，要走，两个手抖的，要走，两个手抖的，好，第三个回来，郑多宇回来了。哇，都回去了。有了有了，哎，这边也是吗？这边有。不要碰到左右边的。超抖哎，超抖哎。哎，先用这边，先用这边。超抖。两个女生的手都太贪心了，甄子怡。怎么了？她想要一次力量。因为你用右边，先用这个。你们手都好抖哦，花花你真的很抖哎，你怎么可以抖成那样啊你们？好，战子与第一名。好，战子与第一名。第二名花花。好抖。好，第三名，第三名 A 了。好笑。为什么？好低中波一样。好难啊，好痛。我好险啊！三个两杯红酒，三哥，有平衡性，谢谢。葛成宇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刚刚问题出在哪里，知道吗？我的手。其实啊，你刚刚赶快放开来，你就好。因为你就是因为你其实已经放好了，可是你手在抖，是你手抖，不是蛋抖，所以你是最第二个回来的，你应该很快可以过的，太可惜了。好，所以有三个香包的甄子瑜，你要去配对，还是要问线索？我要问。好，要问。好，他没有答案。我没有答案。我脚跟要问柯有伦好了，柯有伦真的是阿尼，你要再问吗？我不要啊，你不要问了，不要。来，接下来第二名的柯有伦，配对还是要？我要配对。我要答案了。好，你要配对谁？谁讲啊？你要配青青。对。完蛋。哦。结婚了，我不知道
两颗。你要问线索还是要？还是要保留？保留。好，来哦，来来来，第四回合六抽四。碰到强哥的话，真的是没天理。哎，六抽四还没有阿雄，那真的没办法。各撑，哇塞！非你不可，你不赢真的很，很对不起，做不赢的手抖。对，你到底是怎么样啊？可以先让我出发吗？那我先去找。啊，如果真的没有我，你叫我回来。不行啊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！来，好来第二个，有了啦，有了啦，对啊，有了吧？有了。真的没办法。接下来四选二哦，二分之一的几率还没有你，太难了，一定有人。我再试一下啊！终于 ，finally， 还没啊，但还在这啊，你先出发也没用。节制，节制哥，哇，好，不要再冲刺。来，听哨音，听哨音，预备。哇哇哇！大家全力冲了。修红通内，修红通内。哎呦，我要鞋子回了。其实应该是有答案，所以他听到第一名，他就可以直接背。哦，手超稳的。对啊，好稳哦。好稳的。来了来了。太懂了，来了。GoPro 放地上。GoPro 可以放地上。好了，一个。GoPro 可以放地上。好了，一个。第一名鞋子。是。谢谢谢谢，不好意思。不要抖不要抖。深呼吸深呼吸。不用急不用急。你赢了，稳稳的，稳稳的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用右手，用右手，憋气，憋气，看他的手啊，左手不是堵住，用右手，没事没事，他的手没有，现在是在家里，没事没事，我们在家里玩，哎，哇，感谢天，哎，你的手抖跟花花有的拼哎，我真的看了好可怜，不会要抹杀他的希望。他找到一颗，他回来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点，还有机会啊！还有谁啊？没了，你来不及了，你慢慢来不及了。不知道该怎么做，对不对？还有机会，快点，还有机会啊！你来不及了，你慢慢来不及了。没有，两个人还是没线索哎。先生，你回来了。我等你回来，刚刚好那一刻要拍到你绝望的表情，我还不会做节目。你也让我自己有点我就是给不要有机会，我就是要你那个绝望的表情，有拍到吗？哈，有。还是没相帮问线索哎，抽到了也没用。好，第一名鞋子，我要。你要换还是配？我要配对。哦，直接配了，好，没，我要配曾子瑜，哦，耶，就像被带走了，对，这感觉不是很开心，没有两情相悦。我有三颗，你可以问线索，你也可以配对，因为如果你有答案，你当然就是要。哎，可是有可能每组都对呢。可是如果我四对出来就我问了的话，我还能配吗？你问了的话，你就剩两个，你就不能配了。对啊，要三个才能配。对，三个才能配。他有三个啊，我他现在没有正确的答案，硬弄对，硬弄一个啦。因为其实你只剩这些人而已。可是我硬配会被抢了呢。可是你回来手会抖。没有，你硬配不会，你硬配就等于是拼一个有可能你还有机会赢。好，对，那我硬配了。配我吗？看我有参与感呐。你配花花。哦，我吗？怎么感觉有点不妙？我就剩你了。因为我没有问到。确定了哈，对，有四对了，然后游戏结束了，好，四对，啊，公布成绩哦，好来 ，Let's 我们全部都过来，好来，现在第一组配对成功的是孟哲跟瑞雪，瑞雪，你们有没有配对成功呢？二，除了三，三，哦，有配对成功的，这组是瑞雪找孟哲，配对成功，恭喜，再来是柯友伦还有君君这一组组到三，一。
二三。柯有伦选圈圈，没错没错。好，再接下来看第三组是孙协志选了甄子瑜，一、二、三。罗斯，哇，那这样只有法海赢。好，所以接下来第四组配对成功的四个一起了，四个一起。好，反正你们没配到，我们配到就没有了。一二三。你们也配对成功啊。你得分，你得分，你得分，只有我而已。对，所以你蒙中了。哇，你刚刚运气真的好。恭喜你选中，恭喜你选中。那怎么办？四组奖金挑战赛，六个人，奖金挑战赛。阿炯爱还好吗？哎，你早点是给他。你奖金挑战赛，你跟他讲怎么弄。他刚刚有拿那个袋子，叫我帮你们收。他等下帮我闪，他等下帮我。让你代表主谋，好不好 ？OK， 马上进行奖金挑战赛。恭喜我们六位，两副骰盅总共有七颗骰子。今天是端午节特别计划嘛，好，端午节是农历五月五号，所以冠军跟我们进行，冠军就是五奖金挑战赛，比我们先骰出五个五，就可以获得端午加赛金10,000元。那 OK， 有五就拿出来，有五就拿出来，然后凑满五个就获胜。对，先骰，你的决定看谁先骰。女士。蔡瑞雪好了，好，瑞雪，蔡瑞雪捆不错，对，你先猜拳，看谁先闪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因为他好像不知道，没有，他还不知道干嘛，来，我给你选了，你要先闪啊，那就先闪，那我们先闪啊，先闪啊，外籍呢，他代表你，他代表你啊，你已经闪了，你先，代表骰不是代表七个中五个你就赢了，对，直接。你面对到他，你真的只要有五就好，有五就好。对，有了啦，随便三颗五好不好？五颗五，直接开，五颗五直接开。一二三，全部都是。哦，几条？一颗，看起来好很多哎，有都好，有就好。这个没有的话，强哥麻烦你啊。四颗，好扯啊！哇，原来强哥处在这边。换人，这边已经是好稳的啦。一把中，陈宇一把中。好，四颗就赢了。好，他都四颗了。四个，一个都没有，我就抱歉。哎，有两个。四个，三个，哎，可以说。四个，三个，哎，可以说。这些朋友，那就这样了。真的，从头到尾我都不开心。那找到大家现在是全部都不开心。哎呀，不过老实讲，今天一整集我们都跟端午节有关系。哎，有趣，增加了很多端午节的知识。这个主题是好玩的，对，也非常棒。对。虽然最后没有获得奖金，但是我获得了知识。而且我们也确认了，就是他的手抖症跟花花一样严重。对，然后我们也确认游戏里面没有阿炯，我们会比较强。对，阿炯。大家端午节快乐！最有趣的激游游戏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你想跟我们一起反抗主谋吗？想看更多不一样的激游吗？想看我们从主谋手中赢走更多的奖金吗？激游游戏 YouTube 会员来喽！加入会员支持激游，让我们打造出更棒的内容。